放在哪儿呢？哎，对了，你把它找出来。可我呢？记这句话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哎，你的案子人念着呢，立刻就说，来来来，过来写了，快点快点，快快快快快，完了，你叨咕着，含羞啊，差不多，来，哦，他担心啊，写过这书坐着一个女人，哎，好吓坏了，就在我身边，就这么，头发，你记得太清楚了，是你没事啊？对呀。那你还记得梦中那个屋子的吗？记得挺太清楚了，才记得。还要问你还记得有其他的什么？细可以，更细。OK， 这就是丽颖说的对的，你这帮我就行。嗯，还记得有什么细节吗？我支支吾吾说不出来。你手机又不行，我手机对不对啊？中，没问题。好，我用看一眼，对，看谁看丽颖，看马丽颖看一眼。对，这儿放一个。啊，对，差不多。然后我们控制一下时间的，但是别走。哎，你先不用了，放了吧，刘。沈医生，求求你帮帮我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人呐！别紧张，我先给你做一个迅速记忆治疗法。这个胶条的后面都写了字，我需要你快速记住胶条背后的字，然后再迅速的把字写到白板这里。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准备好，随时开始。今天状态不太好啊？怎么了？什么？我做噩梦了。你别着急，慢慢想。哎呦，可以扣着你，还给你走戏呢，真给试一个啊！对，配合一下光芒来，给你一个机会啊！哎，你特别的机会，再弄点水来，再给你走一下啊，配合一下，跟我来，来，预备，马上开始。我还是可以到这个区域啊。啊，丽颖啊，你一会儿手上、地上有血都没关系啊，就别擦我的眼睛啊。我知道。好，来，来，预备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好的，好的。